好咁啊，嚟到啊，咁啊，即系身边咁啊，即系第三位嘉宾啦，咁啊，就系即系阿霍朗齐，咁啊，即系可能大家平时上咁啊 Facebook 啊，或者之前，咦，哇呢个名好似有啲熟喎，系咪听过佢节目咧？嗱，首先阿朗齐咁啊，好，即系多谢你俾面佢上嚟啦。系，咁啊，喂，可唔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咧？咁啊，你系即系咁啊，唱歌啊，定系？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霍朗齐 Ron， 咁本身系一个独立音乐人，咁其实咧，之前都自己有 manage 咗一班 artist 嘅，即系义务形式啦，咁但系因为即系各项嘅原因啦，即系早几年咁多嘅社会事件啦，或者系疫情啦，咁变咗我就，不如解散咗佢，重新嚟过自己做自己啦，咁所以其实自己都系做自知音乐啦，系咯，自己写歌自己做，咁啊。